早安。今天妈咪送你去学校。很开心啊，我们今天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嗯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就很开心。你跟昨天完全不一样，你昨天一直哭，一直哭呢。嗯。嗯，哭不停的小泳圈。为什么？我超大声的。对，你哭超大声的。跟玲玲主任一起上学。嗯。哦，你做了一个三角形。对啊。嗯，那你身上的那个雨衣什么形状？不知道。嗯，不知道啊。黑黑的那个呢？像天上的什么？星星。对了。加油，寻找恩。先吃没有边边的地方。啊，我会就会咬一个洞。君君吃早餐，咬破一个洞。今天吃凤梨吐司。你让你吃，他说你。放里面的时候呢，你咬下去的时候呢，有个咔咔，会咔咔咔。然后吃完，妈咪送你去学校。你要番茄？你要番茄？好。今天吃烛光晚餐。烛光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外面窗户外面啊都是白蚁，因为开灯他们就会赶快到车纱窗这边来，然后又会跑进来，会有饭，所以我们先关一下灯。外面纱窗都是白蚁爱玩。刚刚超多的。对呀、啊，刚刚超多的。那我睡一下。OK， 好好好，我帮你。鸡蛋地饼。嗯。这边。他是鸡蛋哥哥。嗯，妈咪。鸡蛋哥哥跟鸡蛋。会双胞胎的。有一天，他们一起黏在妈妈的旁边，听到其他鸡蛋突然动了起来。哦，嗯，这是妈咪。没有，这就是鸡蛋哥哥啊。啊，妈咪。妈咪不见了，妈咪可能出去了，出门去了。哦，那鸡蛋哥哥的弟弟妹妹们破鸡蛋壳出来了。哦。咚的，破出来了，好奇怪哦，怎么这么急的出来做什么啊？嗯，哎呦喂，嘴巴捂起来。哦，然后鸡蛋哥哥好紧张哦，然后你最小的鸡蛋也开始破了，不要了，再等等啦。
吱吱哥哥的话，于是鸡蛋哥哥和鸡蛋弟弟躲在蛋壳里不出来。他们躲在蛋壳里不出来了。他们说躲在蛋壳里比较好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接下去看怎么样。我妈妈看到了，笑着说：“你还要当鸡蛋吗？和哥哥一样的呢。”对对，谢谢你。待在蛋壳里真的比较好哎，我差点就跑出来了呢。继续，有蛋的壳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别人不敢去的那个刺刺森林了。哇，鸡蛋真的是太厉害了！你看刺刺森林，而且不怕下雨哦，因为在蛋壳里就不怕淋湿了。还可以在乳牛的鼻孔里面睡午觉，还有他们在鼻孔里面睡午觉。哎，哥哥，当鸡蛋真的好舒服哦！看吧，我没有骗你吧？他们有一天开始散步的时候，突然有一棵树倒下来了，哇！鸡蛋弟弟慌慌张张的跑的时候，跑的时候突然挤破了自己的蛋壳，危险！鸡蛋哥哥冲了过去，继续，咚砰，咚砰！鸡蛋呢？在哪里？看一下。再继续讲讲话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的蛋头可是很硬的。哥哥好厉害哟、哦！壳，那个树不是这样要倒下去吗？树倒了，然后用蛋壳这样撑住，然后他们就没有事，不会受伤。你的蛋壳破了吗？妈妈问说：“弟弟，你看弟弟的蛋壳破了。”是啊，但我没办法继续当鸡蛋了，好难过。弟弟就哭了，边哭边说。打起精神来，我的好弟弟，你一定会变得更棒的。哥哥永远都会陪着你。哥哥，谢谢你。然后一个星期过后呢，君君感冒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才感冒了。我怎么了？受伤了。你哪里受伤了？你。我。你尿尿的地方受伤了，怎么说？我要喝水，喝水。去啊，去喝水啊。我要。好了，睡觉了。群群，明天要干嘛？明天终于到了，到礼拜六了。去抓坏人。对呀。然后买三角锥。你要买三角锥？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三角锥。嗯。那边有三角锥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去找找看。好，睡觉了，小群晚安。妈咪，我要抱抱。那边好，睡觉了。我那边睡觉了。